坐下，继续看电影。有乱动，坐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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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最初那一场，在宋元那天晚上才得到你有来临的消息。哎，那边好像出事了，上去看看吧。不用不用，老陆和连亮在外头。刚才山洞里有爆炸，失去是为民主政自由，为国家正疆土。我哥动不动了。别，你哥那是没办法。我更没办法，那咱们就更没办法了。先稳住。好，听你的。勉励我们的国民。你的朋友之父，同胞们，起来，起来，是杀掉我们的敌人，同胞们，走。万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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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不许唱，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起来，起来。观众一心冒着爹地炮火，前进敲着爹地炮火。坐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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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下。山，文明一些，这是他们的歌，可以唱。有看吗？我把那个当官的给干掉。不行，我哥还没发现好呢。诸位风云儿女们，在你们观看电影的时候，我替你们打扫了一下卫生，没想到吧？你们不告诉我，我也能够找到。你们已经失去了离开这里面的机会，很遗憾，你们那位小张朋友用自己的身体保护住了武器。遗憾，这些武器不属于你们了。我会把它分发给和日本军队友好的中国军队。
说句真心话，我终于松了一口气。以前武器藏在秘密仓库的时候，你们随时都可以让我死，现在我也可以随时让你们死。谭厂长，有何感想啊？请便。不错，我们思想都好好活着，但是我们不怕死。是，死也不能这么容易的死。谭厂长，我现在让你做个选择。我在这里边的科学实验每天需要人体标本，大概有20个左右吧，都要从你们这里边来挑选。用人体做实验，全世界都会谴责的。那是你的理解。接下来的实验就不像你这么幸运了，他们每个人都会牺牲，为世界和平的局面牺牲。明天一早，你把这20个人的名单送到我这里，我会一个一个的实施。谭厂长，这是你一生当中最大的权利，好好使用。老四，怎么办？这个事儿，你我都决定不了，还是大家商量一下。来来来，大家都过来吧。来，你过的时候，我跟他一起商量一下，他出得来吗？他一定出得来，就这么自信，我就是相信他。你的想法太过主观，这可是虎口逃生。我说过我会帮你，但是我并不看好你们。无论如何，谢谢你帮我们，祝贺你们，希望你们能成功。但是如果不会成功的话，我马上会启动我自己的计划。你为什么不能加入我们的计划呢？人各有道，各有各的命。但打完仗你可以改行，我可以介绍你到我们那教书去。下辈子吧。为什么呀？胜利了不可宣扬，失败了不可解释，选择了不可更改，牺牲了不被公开，这就是我们这个行业的命运，也是我的命运。但是世界上没有任何事情是一成不变的。没错，沧海会变成桑田，但人这一辈子太短了，等不到。放心吧，我会帮你，但我不会加入你们。你能帮我弄一张虎头山的布防图吗？布防图，我试试。谢谢你。别客气，如果我们真的都能活着回去，你把催眠术交给我，咱俩两清。一言为定。
一言为定。夏海英，让我夏海英。 Ach so, ich habe mich geirrt. Sie sind doch schon Frau Saint-Fan. Paul, du siehst nicht gut aus. Dabei bist du noch so jung. Suchst du Xiang Haiyin? Nein, ich bin nur am Bad vorbeigelaufen und denke, dass sie Wäsche wäscht. Ich will nur Hallo sagen. Entschuldigung. Bis später.巴鲁顿战士，我有义务保护大家。第一个名单写我。我是兵工厂副厂长，第二个写我。我愿意把我写到名单上去。在这个地方啊，大家的生命都是平等的，就这样随便把谁的名字写上去啊，都是不合适的。我觉得我们还是抓阄吧。 厂长，我有个想法。老梁，你说。我是1889年生人，是咱们兵工厂年纪最大的。起先我是拉车的，后来我是修车的，再后来就修上枪进了咱兵工厂。这些年啊，沟沟坎坎的一路走下来，我就感到这年轻的时候拼劲最大。 要换上我20几岁，我就不修枪了，我拿着枪跟鬼子干。我说这些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应该让这些年轻人活下来。我有个想法，不知道对不对？我觉得呀，应该让我们这些老骨头去牺牲，好让这些年轻人留下来继续跟鬼子干。那样，大家死也死的都带响。 我岁数也不小了，如果按岁数划分20个人，我肯定在里面。我同意，算我一个。我同意，算我一个。我同意，我也同意，算上我，我也算一个。我同意，谢谢，谢谢师傅们。 各位老哥哥，如果有来世的话，我们还一起做事。谢谢，孔老师，你看呢？根据战斗力，还有生存的法则，他们说的是有道理。 那就这样，咱们就由高年龄到低年龄列出20个人来。厂长，19个人。为什么？第一个就应该把我写上。孔老师，怎么轮也轮不到你啊！你是来营救我们的。我没有跟你开玩笑，正因为是这样。 我才要去会一会瓦格纳。从目前的种种迹象来看，我说服他的概率应该在40%。你要去说服瓦格纳？对，如果不说服他的话，我们伤亡不止20个。那你要说服不了呢？实际上，我没有想过说不服他。人是这个世界上最难以说服和驯服的动物。 无论什么样的人。
都有自己一套不变的生存法则，而且觉得自己的生存法则是唯一正确的。那瓦格纳不也有自己的法则吗？也许他的法则那还更高呢。那当然，越是文化水平和社会的认知度越高的人，他们越觉得自己的生存法则不是唯一正确的逻辑。瓦格纳是世界上文化水平最高的人之一，所以我有信心说服他。孔老师啊，你讲的这些啊，我听懂了，但是我不同意。我也不同意。我也不同意。对，不同意。对，我们都不同意啊！不同意，不同意。好了，咱们现在不讨论这个事儿，我们来说一说叠罗汉。可以开始了。可以了。大家一定要记住了，这一次，也就是我们唯一的机会。没事，这是你要的东西，我还有在地雷放着吧。好。对了。千万别忘了，一边让我死着啊！根据我的时间，咱们对下表。什么戏？有蚊子，有虫子，能不能给点防蚊虫的药？没有没有，你以为是旅馆？哎，你别蛮不讲理啊！我有权利提出合理的要求。你们用什么防蚊虫咬的？匀点药给我们呗。我可以匀给你一颗子弹。好，你匀给我，我还不想活了呢。合言葉マリ合言葉ヨタスダナ。哎，对了，孔老师，信方让我告诉您，这儿的暗号是冯丹加一，冯双加二。冯丹加一，冯双加二。这样，我出去就应该没问题了。杰尼，
刚才爆炸是怎么回事？日本人发现了秘密仓库。那地道呢？地道李小张炸塌了，他死了。我这边的事你都知道了吧？我知道了。有办法吗？必须在这个巡视员到山洞以前把他解决掉，否则你就会暴露。那该怎么办呀？我想叫孔元去办这个事情。那孔元他们也会暴露的。我知道，你听我说，我想叫他们制造一个爆炸的现场，让恒伟国以为是以前遗留下来的地雷。瓦格纳那个保镖就是那个叫保罗的，他绝不是保镖这么简单，他一直在窥探我。怎么窥探你？今天比武的时候实在太紧张了，瓦格纳突然间叫了向海英这个名字。方海英啊，我一时没有反应过来，我就答应了一声。这个细节一定是被保罗发现了。Entschuldigen Sie, ich dachte, dass Sie etwas von mir übersetzen lassen wollen. Ich rufe Frau Haien. 所以之后，他非常留意我。刚才在水房的时候，他故意过来试探我。向海英，找向海英。他也叫了向海英这个名字，我当时是回头也不是，不回头也不是。Ach so, ich habe mich geirrt. Sie sind doch schon draußen gegangen. 我想他在怀疑我。不管他出于什么样的目的，首先他不是日本人的人。否则我们会更加麻烦。但是这个人，他的眼光很深，不明来路，我不知道怎么对付他。海英，在他面前要慎言少行，让他先露出破绽。嗯。还有一件事情。嗯。瓦格纳，他明天就要开始人体标本的测试了，我阻拦不了他。明天，我想去做那个标本。不可以。相信我，我会说服他的。我不同意。这是你的个人英雄主义，你如果牺牲了，整个虎头山计划就失败了。所以我不会牺牲。我不相信你什么狗屁逻辑！我要你活着，带我们出去。我一定会带你们出去的，但首先我们要说服瓦格纳。如果不说服他的话，我们伤亡的概率就不只是20个人。可他只不过是恒伟寇手上捏死的一个虫子。所以我要跟他讨论出一个逃跑的方案。你以为？他是你的同事，或者是八路军的战友，他只不过是一个来自于法西斯国家的一个化学疯子。哎，你听我说，只有疯子才能干出超乎逻辑的事情。我们如果要有1%的希望，就得做200%的努力，对吗？你的完美主义天性又显现出来了，这会导致我们直接的失败。我觉得，这在小概率事件的意义上，恰恰能导致成功。我根本不相信你的小概率事件，你别骗我了。我没有骗你。你一直都在骗我。你骗我。
但是我不能容忍你去死。如果你明天真的来送死的话，我一定死在你前面。看一看这些硬币，它的正反面。什么意思啊？如果我们在小概率事件里面，你把它抛起来，落到地上的时候，就会是全部的一面。孔芳，你犯不着用这种迷信的东西来糊弄我。我没有糊弄你，我说的是科学。你以为全部是一面很难是吗？但是我们如果在小概率事件的律动数值之内，全部是一面的可能性是100%。好，我来检验。但是我告诉你，相比较数学，我更相信自己。这个门会有动静，如果你非正常出门的话，一定要点上几滴油，否则保罗会更加怀疑你。戻れ。
新方让我告诉您，这儿的暗号是冯丹加一，冯庄家。哎，哥德巴，列达斯林。